的嘛，这样子。但是现在已经有专家，他们能够把不够话术的东西是等倍放大，他有发展出这个技术。就是我一个摄影家的朋友叫林国章，他这里有没有，他本身是用莱卡 M9 那个一台二十几万相机，是专业的，可是他有 iPhone 4S， 他说拍起来很高兴。然后因为他那个第五街的老板陈老板帮他处理成这么大的照片呢，20寸呢，你知道20寸多大吗？就这么大，就比这个再大一点，这样够大了吗？比他整张还是你下面单张？下面那张啊，大张的啊。哦，好，我们先看现在几点？7:50，一个小时之后8点，我们几点钟下课？9:30之前。好，我们45分钟之后，就是啊，八点半，我们问一下看完没有啊？看完我们就来讨论。啊，等一下是要讨论哦，不是在听讲了，因为讨论可以激发你的思想跟观念，好吗？准备问题来讨论，包含这几个问题，不是说问完丢给我，你要继续思考这样的东西。你透过你的问题，比如说我感觉好像会有审查啦，会有限制啊什么，那你去看这个比赛有没有怎样的限制，或者是没有限制，你去看一下，去解答一下，好吗？问问题的人，你会透过那个比赛的作品来看 ，OK。当然会牵涉到对比赛的一个制度或者评选办法的一个解释，会有。好，好，那大家现在先看，同学们可能不要挤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这些照片我们可以拍吗？当然啦、啊。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可以这样。这个不用问，就 OK 开放。OK。然后我在这边有任何问题东西都可以来问我啊。就是在门口的。